艺术家旅馆作为变革动力的文化。对艺术、音乐、戏剧和写作感兴趣的居民，十位艺术家现在分享一个140平方米大的地下室。这个地下室是在马尔默 Seved， 是用来吸引和显耀本地艺术家，鼓励他们把自己的艺术从住房里搬出来。艺术家们安排画展活动，还一贯参与房产管理。在 Seved 除了艺术家旅馆之外，街头艺术也不错，彩绘电柜、壁画无以生机勃勃的刺激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。公用门面非常，居民可以出来听音乐、跳舞或者讨论书籍。室内种植是歇尾区许多居民所热衷的活动。第一个种植地点设于室内儿童，这是一个针对儿童的项目。现在本地区到处都有种植箱、碎粒青和蔬菜开花的阳台。歇尾居民有很多好建议，我们房产公司可以参与和支持。总而言之，在本地区居住和生活的人才是推动发展的主力军。